1949年10月上旬，在香港九龙火车站，一对中年夫妻带着四个孩子，匆忙地在人群中穿行。他们要赶在闭关之前乘火车前往广州。有生怕丢，就抓着是大人的衣服啊，就是跟着上火车。年仅4岁的谢黄冕拉着父亲的衣角一路小跑，母亲程曙华怀抱2岁的弟弟，7岁的姐姐谢道勇用裹腿布把小妹紧紧绑在背上。不要我妈妈哪里搞的，就把小妹妹那自己过来，我就背着我的背心背到绑到我的身上，绑得过来只能牵着这个。因为我们过来的时候，这个因为那个香港这个那个到广州这个地方啊，很难上火车，人啊都是很纷乱的。1949年，香港和广州间还可以自由通行，经深圳罗湖口岸到广州大沙头的广九火车，虽然不能全程通车，走走停停，大概要4个多小时的路程。但谢黄冕和他的爸爸妈妈以及4个兄妹的目的地可不是广州，而是更北面的湖南岳阳。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由湖南一带向广州进军。国民党守军面对势如破竹的解放军进攻，已无力抵抗。10月初，蒋介石在广州匆忙布置完守城计划后，黯然飞到了台湾。与广州相距200多公里的香港，因为是英国殖民地的原因，可以暂时隔绝在国共战事之外。这张2英寸的黑白相片，记载了谢黄冕全家人离开香港前的样子。相片底部是用蓝墨水写着的日期，也是他们一家离开香港的最后日子，1949年10月10日。可能是广州正好没要解放，还没解放，是不是罗浮桥我就不知道了。反正那是一个木桥，木桥下面还有水，还有隔这么远吧，就卡一下，卡一下就卡过那个桥，桥还蛮长。可能是到了10月底对吧，就不通车了。我们呢，就在我们是通车之前，我们就是过了这个罗浮桥，已经到了广州了。此时的广州已经听得到解放军的枪炮声。10月2日，进军广东的解放军第4兵团、第4野战军、第15兵团和两广纵队，以1部兵力沿东江向广州以南一线进攻，解放了东江两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主力则沿粤汉路两侧南进，攻克了曲江、英德等城，围歼白崇禧部的47000余人部队。1949年10月14日，也就是谢黄冕一家到达广州的前后脚，广州解放。在广州的黄沙火车站纷乱的人群中，母亲程曙华预留了2天2夜在火车上的饭钱后，他把所剩无几的盘缠在路边买了一根甘蔗作为回乡的礼物。我母亲怎么想的，因为岳阳没有甘蔗吃，广州到从南国到我们湖南来啊，没有什么好处给父亲的，就是空手空脚进门的话都有种不好的感觉啊，就是要带点礼物，就买了一根甘蔗。买了一根甘蔗以后呢，就把它分成3袋以后就放这个网袋里，爸爸就不知道哪来去了，我们现在就没印象，对吧？说反正爸那个时候就没看见爸爸了。他是当时临时决定我不回岳阳，他就从广州没上车，他就送我们上车了，你们就回家乡吧。本来一起返乡的父亲在临上火车的瞬间突然决定不走了，因为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事情一直是父亲和母亲拿的主意。父亲的这次突然离开，
到今天都是蟹黄冕心里最大的一个谜。蟹黄冕的父亲谢克欧神秘离去，并没有改变母亲程淑华带着四个孩子回家的决定。在他们刚刚踏上归途的列车时，来往香港九龙和广州的直通车就被切断了。其实父亲谢克欧是个印尼华侨，他和祖籍广东梅县的母亲程淑华是在桂林的扫荡报工作时认识的。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进入到白热化阶段，20岁的谢克欧爱上了程淑华。出生的时候正是这个抗战接触的那个时候生的，在黄冕车站生的，所以我叫黄冕。1945年抗战胜利，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和平日报社也随着战局不断撤退迁移。1946年底，谢克欧和妻子程淑华已经有了3个孩子，他们离开报社，在桂林和广州生活了一段时间，生活一直相当拮据。最后他们辗转到了香港。香港啊，在九龙这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木屋，整个都是木屋区，它的叫做石峡美村。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父亲也心高气傲，靠打散工，他们一家艰难地在石峡美村寻找着未来。1949年，谢黄冕的小妹谢晋玲出生了。虽然房子只有4平米，对于整天等着父亲回家的4个孩子来说，这里却是他们梦中的天堂。游戏、追逐、打闹，他们永远没有大人们的那些烦恼。我离开香港之前的记忆都是很模糊的，但是我玩耍的时候呢，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年龄可能就是3岁多，因为我离开香港说刚刚4岁，所以4岁以后的事情我就记得很清晰了。3岁时候玩耍的情形我就很清晰，因为我们住在那个贫民窟里面嘛，那个就是石峡美村，那个后面是大垃圾垃圾场啊，臭水沟啊，我们就在那里玩的橡皮娃娃。1949年的香港远没有今天的繁华与国际，尤其是国民党在大陆政局的失利，许多重要机构和报社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并随时准备再迁移台湾。许多人更把香港当作避风港做短暂的停留。时局不稳，本来找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保障一家人的生活，但偏偏父亲谢克欧性格倔强，一度在香港的《星岛日报》和《文汇报》等报社找到的工作，也由于性格的原因没能长期待下去。母亲程淑华为了照顾4个年幼的孩子，夫妻俩经常为了生计大吵大闹。妹妹以后回来了，父亲还是不做事吧，没事做，那就在图书馆看看书啊，又回来了。我妈妈就跟他讲，他说4个儿女要饭吃，你就要做点事。他实在是没饭吃了，一年没寄钱来的，他就写点稿。他一写稿了，反正他写的稿出去，都会跟他登稿的。这么多报馆是吧？你就做事，因为我姨夫那个时候就在，文汇报，是吧？我父亲怎么讲的？我饿死，我都不跟国民党做事。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实在是蛮困难。也许父母亲的苦，年幼的谢黄冕兄妹没法分担。这个时候，每天新闻都是大陆的城市不断解放，人民迎接新生活的大幅报道。谢克欧是印尼华侨，但有大陆生活的经历，像抗战时回国抗战一样，谢克欧仿佛又找到了生活的新希望。我母亲说：“你好生工作吧，你总是你不拿钱的回来，我们怎么生活呢？”我父亲说：“你看呢、啊？”他就拿起几本书出来，有这个
新民主军那些民主军的话，这个基本单本子的那个单页的那个单本子的薄薄里的，你看那些民主军，这现在大陆呢成立了新中国，是吧？我们呢就是呢，是啊，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呢就回家，回大陆去呢参加这个祖国的建设。谢口频繁更换报社的工作，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行踪诡秘，不问家事。就连妻子程淑华也不知道他每天在外面忙些什么，但是不时的也会给家里拿些钱回来。我父亲呢，他就想着我们这几个报社的人呢，报人呢，就把这个报纸拉着我们这个一个小团体，我们拉着就往大陆走，就干拉着干这个事情。我母亲的隐隐约约知道他干这个事情。那个年代的确也是各路精英纷纷回归新中国的时期，无数科学家从美国、欧洲等地冲破层层阻挠回到大陆报效祖国，身在香港的中国航空和中央航空也进行了轰动一时的两航起义。谢黄冕的父亲想回大陆，更不想空着手回去。我爸是搞车贩工作的，搞车贩的。现在我一想起来就是的，因为在我印象中，他到了《星岛日报》，这是我以后妈妈叫我听的了。啊，《星岛日报》他想把《星岛日报》现在还是国民党的报纸吧，而且想把它搞过来。也许这是一次没有成功的起义策划。谢可欧的真实身份到现在也没有公开的资料可查，但在1949年前后的时间，的的确确有太多的中共地下党奔走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为还不明确的未来潜心努力。1949年的香港是各方势力暗中角逐、暴力特务暗杀事件不断发生的特别时期，许多人都面临着命运的选择，是去大陆还是留在香港，是去台湾还是流亡海外。就在这个非常时期，谢可欧的一位同事突然失踪了，危险的信号也同样在逼近谢可欧一家。虽然父亲的身份成谜，但一天早晨的一个信封被人从门缝里扔进来，小木屋里的惊吓还是让一家人相当后怕。我妈妈发现的，妈发现以后交给我父亲，我母亲就很惊慌。是一封信，那信里面呢，有钳子，就是烧的那个钳子啊，那钳子包一颗子弹，可能是我妈发现的，我估计，估计的有这么一回事。一个没有信，里面没写什么东西，就是那个钳子啊，包一颗子弹，信封装的，丢到我家里，谁丢的我们都不知道。对于一家只有4平米的家庭来讲，贫困是肯定的。但如此贫穷还要受到生命的威胁，恐怕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了。我母亲是个很胆小的人啊，最怕这些事情了，这个事情危及生命的事情了，没饭吃我母亲都说是小事情，这个事情你在外面干什么鬼，惹得我们的人惹麻烦，是吧？我们惹麻烦我们就赶快要就皮货，是吧？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能待了，你要待下去到底怎么个结局，人家就一个子弹就是送掉，不知谁把你干死了。也许就在这个时候，父母达成了某种协议，为了家人的安全，父亲把一家老小送回母亲的老家岳阳，而自己则要留在香港完成未了的使命。一切都是推测，直到父亲去世，谢黄冕和自己的兄妹都没有机会向父亲证实这些设想，而母亲对这些说法也相当忌讳。岳阳大概4月份就解放了，我妈妈就觉得要回去的话呢，就只能到我娘家去。谢黄冕的回乡记忆是从乘坐粤汉铁路的火车开始的。对于父母来说，这一次艰难而神秘的抉择决定了他们的分离，而对他们四姊妹来说，这却是一次难忘又愉快的旅行。
那三节儿要拿给老爷做礼物的甘蔗，更是甜的四个小朋友不能自已。因为在虎子上面呢，我们小孩子比较贪玩，再一个呢比较馋，有个东西是我们自个的啊买的，为什么不可以拿去吃呢？是吧？我们虎子上面都是理由嘛，好像是呢，都是想我，特别是我大点弟弟两岁了，我就把他，我母亲是不允许我就拿的，我拿摸了一下子，最后我那个甘蔗的新甘蔗都是带粉的，面上一层白粉。最后把等我摸的那个甘蔗已经像这个油漆一样的漆红色了，那个通亮的了。过了一天没饭吃了，没吃饭了，妈妈就到哪里去买了那个两盒那个饭，就两盒白饭，没有任何油盐，更没下饭的菜了。母亲一口没动，四兄妹眼都没抬就把它吃了个精光。五根占两根座位，我妹妹弟弟就困在上面，我跟姐姐就抱纸就困在地上，晚上就这么睡的，晚上睡了，我们他也是淘气啊，就睡的这个站脚这个地方，我现在就根本可能就不敢睡觉了。有四个孩子啊，他几乎没这个饮食上啊，没有吃饱饭呐、啊，在很担心我们的安全。两天两夜，火车的速度很慢。旅途中的艰难似乎没有影响到年幼的谢黄敏进入梦乡。他那是全心全意的为着我们这四个人，我们离开香港也是为着我们四个人，在车上也为着我们这个四个孩子，就是他基本上是没有吃饭，所以说他看着我们那么馋啊，那么想吃的甘蔗啊，他很伤心。因为他呀，他把甘蔗抢过去以后啊，他吃卷丝很久才吃卷丝呢，以后我发现了他眼睛里面呢很晶莹的泪水。谢黄冕的母亲程淑华在当时也是属于思想进步、性格超前的新时代女性，从湖南岳阳的一所美国教会女子学校真信中学毕业，不但英文好，钢琴都很出色。越到靠近岳阳，我的记忆力就越深，在我反觉一推，哦，我们上火车了。我只上火车起，一直这火车肯定完了，到了这个一直到岳阳这个时候，母亲跟我们讲一些话呀，怎么样就看外祖父啊，看走外祖母啊，我母亲跟我们说的这些啊，他说岳阳啊这个好地方啊，岳阳啊是一个鱼米之乡啊，他说那个是有鱼啊是啊，那个还比方说我的这个车站你看到没有叫麻塘，这个麻塘啊是。我说那就是你就带个下车一下带我们到那个地方去吃麻汤吧，啊，他说那可以，那好，我们都带你到麻汤去吃麻汤，还往前面走了有个叫蒲圻车站的，那有蒲圻吃，哎呀，我觉得又要这个鱼米香真好啊。粤汉铁路是京广铁路南段广州到武昌间的一条铁路的旧称。全长1095公里，从1906年动工到1936年铸成，当时都是烧煤的蒸汽火车，时速只有30公里。1949年10月，整个粤汉铁路已经都在共产党新中国的控制之下。车窗外新奇的世界和妈妈关于故乡的描述，让谢黄冕的回乡之路充满喜悦。两天两夜的奔波，母亲程淑华忍受着饥饿，经过了几天的艰难旅途，他们终于回到了梦中的故乡。已经解放的岳阳并不像妈妈描述的那么美好，饱受多年战乱，外祖父的家业几近败落，只能靠出租几间房屋维持生活。对女儿程淑华和四个孩子的突然到来，两位老人在欣喜之余，马上就陷入了一家大小的吃饭的担忧上。祖父的房子呢，他是被日本人啊这个炸毁了，炸毁抗战毁了以后呢，他也老了，就把炸毁的东西呢，这又搭了两间。搭了两个，但是为了个门面呢，就搭了一个两层楼的。这我母亲也像干部一样的，住在里面也不交房租的，是自己女儿住吧，在这周给人家住。父母已经年老，谢黄冕的父亲也没了音信，
生活的重担一下就压在了母亲程淑华的身上。为了养活四个孩子，找工作的她更是四处碰壁，因为那时的岳阳几乎不能够提供一个工作给一个外来人。我外婆唠叨，我外祖父在责备他，啊，这又没有工作，我们四个人就在家里面的生活上就是吃点这个，稀稀的那个菜汤水啊，这样子。他就抱着我的那个妹妹，也不管我们了，他就妹妹就街上的荡来荡去，这就是我们小街啊，走一走，哎，走一走，后来，哎，就有人喊去他了。喊去他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征信的一个那个校长，一个很年轻的校长，叫做邓文山的。邓文山与程淑华是过去征信中学的同学，老同学见面自然高兴。在了解程淑华家里生活困难后，邓文山利用自己的人脉为程淑华寻找工作的事儿。他就马上就拿了几本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捉妖和徐拉的故事，他拿起回来之后就放在那个桌上，放到我妈的桌上。他说：“你就看了啊。”他说：“如果说我现在我们介绍你去教书，所以我说首先我妈妈是带了两个月的课吧，带过以后噻，那就送了一担米，一担米啊，给我妈。那一担米那就还是蛮值钱的了，到底是不是一百斤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是一挑来的。”哎呀，妈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说：“我说这哎呀，这不错啊！我这里跟生长，我还可以养活我的儿女啊。”我们家里从没有看见那么多米过，那个收取两小担的两小筐啊，那个米啊，我的父亲，我的外祖父，特别外祖父是一个很小气、很穷的一个人啊。他从讨饭出身嘛，对这个米呀、啊、很敏感。当时我外祖父啊，真的是也是就是泪啊，不停的流。我母亲。1949年建国初期，中国的很多地方，不管是共产党的部队还是私营的企业，劳动所得报酬一般都用粮食进价交换，这样就不会发生货币贬值的风险。家里有粮，心头不慌，应该是饥荒年景中国人心态的最好表达。就成为一个人民教师了吧，他就把全部身心的投入进去了，把我们交给我们外祖母管。外祖母的家就在洞庭湖岸边，母亲有了工作，吃饭就不成问题了。童年的谢黄冕和姐姐弟弟妹妹们就经常到湖边撒开鸭子的在野地里玩。为了多挣粮食，母亲又到一家私立学校教音乐，那时候只有星期天休息，但程淑华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给人扫盲，周末就给人上音乐课。新中国刚成立，学校是大社会的一份子，各种社会活动把人们的生活搅动得热火朝天，满负荷的程淑华没有例外。他改革时还是有30岁，不到29岁，还是蛮年轻的，是吧？所以说是那时候说他也在演戏，还排戏，他自己也还充当这个里面的这个主角什么的。他那时候我们记得有一些什么叫小人鹤结婚之类的故事啊，改放收音，就是什么讲白毛女照故事。1949年的深秋，母亲程淑华没有忘记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在岳阳楼前留下这张回到故乡的相片。相片中没有父亲谢克欧的身影，直到30年后的80年代，他们才有了一次见面的机会，但目光触碰的瞬间，他们已经形同陌路。